哇，立凡呢、啊、是4年前才立定志向，当个台湾族的文创工作者。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，连他的爸爸也反对啊，因为当时的创意都在他的脑袋里，完全没有作品可以给大家看。为了让大家放心呢、啊，这4年来他的创作还是兼具务实的一面，反正还是要想办法赚钱了。对，艺术家。创作归创作，还是要吃饭的、啊。对对对，我的那个创意把它变成我的饭吃啦，所以希望说可以把这些创作，然后加上文化的东西，除了用那个用具体的东西呈现，然后并且让它就是让人家知道我们文化之外，还可以就是变成我自己的就是收入这样子。嗯，所以我会就是希望就是用这样的创作模式。就是很多种的延伸性，这是创作这样，所以变成所有的东西变电子档，嗯，不管是彩绘的也好，手绘的也好，或是电脑绘图的也好，嗯，变电子档之后，它就可以变成明信片，哦，对，对不对？它就变成明信片，变成一个商品，对，它也可以变成 T 恤，对，它无限延伸，亦或者变成你现在身上戴的这个手机袋，手机袋，对。